看一下广西选手邓森月的这套代操。邓森月是这次比赛的夺魁的大热门了，看看他的这套代操。这个邓森月这套动作确实完成得很漂亮，他印象最深就是阿迪就蹲转1080，大家注意一下他的腿始终脚尖腿始终伸得很直，绷得很直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，证明他这个队员确实这个能力非常强。江苏，这是个平转，然后前软翻再接带，21.70分。有帮助的前臂的转体700，然后是一个无帮助的前臂的转体360度。